好女人会对自己的男人一心一意，无论男人飞黄腾达还是破败衰落，都会一直忠于自己的男人。而坏女人则不同，她们表面对你死心塌地，内心却朝三暮四。最可悲的就是你还傻傻的以为她还爱着你，其实对方早已在外面勾三搭四。如果女人有以下这三个表现，说明她肯定不止你一个男人。一，手机总是很神秘。当女人突然对于手机看得特别重要，不想让你看手机，可能就是因为里面有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情，除了你之外还有别的男朋友，可能她会养一些备胎，会和其他男人说一些比较暧昧比较露骨的话，这些事情都不会让你知道的。二，你总是找不到他人。女人外面有人，她会显得总会很忙，你总是一时间找不到她人，根本不知道她去了哪里。女人外面有人，就会经常喜欢外出，出门的次数增多，并且有时候会彻夜不归，电话不接，短信不回，甚至直接关机，直接跟你玩消失。三，女人发朋友圈动态，都会有很多男人评论。当女人一发朋友圈动态，总是会有很多莫名其妙的异性留言评论，而这些男人你又不认识，那么她就很有可能认识很多男人。四，女人会偶尔发一句自己单身的暗语。女人已经有了你，她还向外界发出这样的讯号，只能说明她希望更多的男人来追求她。她这样做根本不考虑你的感受。